哎，你快来看啊，这画上有好多美丽的姑娘，哇，都是天上的仙女啊！ 什么地方？这里不是凡间，是男人的味道。我也不放。哎，在下朱孝廉，愿和姑娘交个朋友。你们需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那岂不是天堂？啊，难得的好地方。 这样的女子，怎么会没有朋友呢？她在想什么？我最懂，这里只能是地狱。再见！放过他们吧。情爱对我们女人来讲，只会带来伤害。这几个男人非死不可。